天那个亚顿要发新品，然后他的产品非常的好用，然后这次也很荣幸担任亚顿的一个业绩，然后我亲身经历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，让我的服饰更加的保湿，更加的亮。没有哎，好的事情都值得。我的话，一切顺其自然，然后想现在还是对，没有哎，因为可能目前还没有想到哪。没有聊到，确实是聊保养。他会推荐给我一个在亚的牌子。当然没有像女生这么会保养，但是基本的清洁保湿是我很重视。以前年轻刚出道的时候觉得无所谓。现在年龄慢慢的增长，真的是需要好好的保养。那也很开心，就是认识亚顿这么多的品牌，然后也说他们支持亚顿的支配的来源。就是最近刚好在健身嘛，所以我觉得运动也是另外一种。刚好，因为我有之前拍戏有一阵子没有去健身，然后最近刚好有一些空档可以去健身。我觉得运动是一种持续的坚持，然后我觉得之前看到一个就是不要累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。的话，你可以结束时再去。所以呢，我的运动第一个要持续，第二个是不要很累的时候开始。对。对啊，他就很身材很好嘛，所以我觉得刚好是能够达到他的身材。蛮漂亮的衣服。其实如果是工作不太会，毕竟是大家工作嘛，漂亮好看健康一些的。最近啊，我最近刚好在戏剧的后期，就是昨天去配了我们的主播的底，然后看到很多之前拍戏的片段。然后还蛮期待赶快把这个新作品跟大家分享。可能明年，对，就会看到我就要用亚顿的把我们养鸡的皮肤涂一下。我除了保养品之外，运动我吃的很清淡，然后我也比较少。我觉得饮食跟运动，然后把它加起来，还有要保持一个很开心的心情，正能量，真的会让你的生活。谢谢。